黄靖伦吃面竟然可以把塑胶筷子咬断。翻摄自黄靖伦脸书，娱乐频道综合报道。来自新加坡的34岁男星黄靖伦，因参加选秀节目《超级星光大道》出道，他来台发展快十年，为深耕台湾，去年11月砸积蓄100万开桌游专卖店。黄靖伦除了唱出美妙歌声，他身上还隐藏不能说的秘密呀。黄靖伦不能说的秘密就是有株满口铁牙，至于为何被说成满口铁牙，听到自己娓娓道来，吃面竟然可以把塑胶筷子咬断，我的牙齿居然没有断，他自嘲神奇吧。咬断筷子牙齿还没断，当然是拥有满口铁牙，虽然把筷子咬断，连黄靖伦自己都啧啧称奇，但事后他仍哀怨说，痛死我了。有网友亏他，叫老板筷子换成钢铁筷，没想到黄靖伦无奈说，还好不是钢铁制的，要不然是牙齿断窝。